杀了这个崔家的，为斩将军报仇！是，二哥，是自己人，自己人。崔家军卖了潼关，勾结孙敬、里应外合，还死了这么多兄弟，你说他是自己人？十七郎，你不能再被他诓骗了。他和幸存的早有预谋，把你们几个诓骗到西长京。 崔家军在潼关里面和孙敬、里应外合，杀了我们那么多兄弟，把潼关给败了。小女，我裴某和你不共戴天。阿云，何校尉，这都是你们谋划的。 所以你非要陪我去西长京，说什么可以捡瀛州之围。不是，回潼关途中，你说你们崔家军有一支军队被冲散了，需要会合。你明知道我不放心，一定会护送你去会合。但其实这就是调虎离山，为的就是拖延我不让我回潼关。我说我确认不知情，你是不是不肯信？石强，你不能再信他了。 从交锋到现在，他骗了你多少次了？十七郎，他诓了你这么多次，你还信他？你不知情，你不知情，我这一席军死了这么多的兄弟。 难道不是你们崔家军和孙敬所为吗？你既然不肯信，那我百口莫辩。我怎么信你？你是你公子的锦囊女，这么大的事，他会不跟你商议？ 相识之初，我确实谋算过你，但这一次，我真的没有。潼关之外，我们救过你和崔家军，你怎么能如此对我们镇西军？